确实1:1.5。这么严格吗？学霸，我洗10遍左右。为什么洗的你脸都洗没样了？把维生素全洗了，水溶的。谁说的？真的吗？真的。这些学霸真是做个饭而已。医学生的职业病吧，这算。明天是咱们实习的第一个周末，要不要来我们寝室聚个餐呢？走吧，走走走。买菜，有皮蛋吗？买个皮蛋，买梭子蟹。好。姜蒜我买了，胡萝卜，就这个了。我买个汤骨，再买个排骨，这是汤骨，需要一包这个。买那个后腿肉，买个大的也可以。还要啥？小米椒拉面，那盆有时候炖的汤太油了。三个差不多了，到底是哪个便宜点？好像买齐了，够了，走啊，回家了。难得追齐的意思。开干，开工了。鱼先腌上吧。把米拆了。水是1:1.5。这么严格吗？学霸。我妈都叫我手放过去，摸过这就好了。对对对，摸到手背，手背，手背。1:1.5。要从数据来算，要凭感觉，凭感觉，多一个指节就可以了，多半个指节多一点点。不行，1:1.5。您说什么都对，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弄干净以后，饭会非常饱满就出来了。你们都洗很干净的？我们家就洗超级干净。那不可能洗干净的，白那个痕迹还一直都白的。洗的干净的。那你要洗几遍？你告诉我。洗，我们班会洗10遍左右。为什么洗的营养都洗没样了？把维生素全洗了，水溶的。谁说的？真的吗？真的。这些学霸真是做个饭而已。医学生的职业病吧，这算。你要多大的姜片啊？随便，反正炖汤的就蛮大的就可以。你看，快点帮我看有没有。差不多吧，只要切几下就可以了。要去籽吗？不用，稍微大一点，太小了。好好。先切冬瓜，直接切皮。继续炒，先把这个搞一下。大蒜叶子炒胡萝卜好吃。你螃蟹就蒸了，等一下不冷呢。你这是切大肉片吗？大厨。大厨。小肉片，加点生抽，加点盐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厨。李不言还蛮会做饭的。你好会做饭啊！我这是行政主厨。我来行政主厨做菜。哎。太专业了。干煸。姜姜，哇塞，好饿呀、啊！看着，出锅了，来来来，大家请坐，坐，过年喽，吃饭了，我也想拍照。你别看他们弄这么一桌，还真还可以，很丰富哎，啊，看着真是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我们实习小组的第一个集体 vlog。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这一餐晚饭。那么首先有请我们的行政主厨。好，镜头转向了这个李主厨。我自己也鼓两下，来。辛苦。来，吃啊吃啊。好吃。太爽了，感觉有种在吃长沙菜的感觉。好好吃。你看你们刚刚走出校园，就是我就是这种场景，我已经有5年没有经历过了。嗯，结婚的结婚，生孩子的生孩子，就是我们两个深有体会。现在变成家庭聚会了，你们能体会到吗？李不言好像是所有人里面最年纪最大的。举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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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来碰一个，作为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。忙于急诊的那个汪伟航，汪伟航来，我们敬汪伟航一杯来。感觉到一种温度，嗯。我听着肺啊，这个心率也稳定下来了。好，没事啊，好，让他好好休息。嗯，辛苦了。26啊。闪闪发光的汪伟航。